一下也打拍点没事是吧，这脚四级头还要在六八能扭了扭不了的，原谅了这是我的，快点吧，这俩扭不了，你看快点，这俩那都是这不连这都得堵啥掉，不得要你这样飞王晨，你也不摘鞋吗？你俩捏捏这里还有差一个，这里别往这捏，哎，对着，你妈又露出一头来，摘啥也不容易，你说啥的不行劲。哎呀，我给你把俺俩都进大地里进往回走。就那一个嘞，说别么嘞？我出这个钻出去一个，出去了。后边人看着穿着油呗，这有个缝儿。岩壁还要说的，就是钻上一个。岩壁他都说的。啊，一个俩哎，一个。那不能啥么得堵死掉。一个俩哎。这全部倒好。有个落汤鸡，喂，有个俩鸡啊。我不看家，在这睡。我去看那羊嘞啊！真扭我半天。我知道我在这里赶快往回赶，知道你我一个人扭我不好扭。厉害。这是下也大，这捏这不走，一个人捏不了，有吗？你知道一个人你不好捏，赶快捏。都是。嘿嘿，哎呀，这一个智商，到底是比鸡智商高。嗯。啊，鸡整个人家说整羊的玩意都在溜的。这智商好，这智商，哎，这都是个声音的。不给我接近八哥，就是受伤那小一张，受伤身上没带的，照照里的去。看，该是在铁板竹节溜的。听铁板竹节的那个羊受伤，不也给他溜过带走了？七月十五换红桃，八月十五打溜，溜到红了。这个树卖好几十块钱。演出啥？每天都是套个四五六七啊，顶多的。哎呀，下着一阵了，把那俩人堵的可不轻。嗯，看不清。哎，嘿嘿，看这个家伙跳的也是，跳的。不用管他。往这个猪头。往猪头给俺倒点水还。人家不我不去跟着那伙人。嗯。那俩是在地干活的，下个雨来都打地，这会儿干净的才挣钱的。不是找麻烦啊？卖脚的又咋的？卖脚准是回去走不了了，这来了又是粘又是地的，是呗？我说这些。
掏点给你费点装不进掏水呗。这个还是冷呀，冷嘛可不行。这冷还下着水都是热，都温的。那点上那点几点到？回去赶紧洗个澡吧，一会儿热身。